日，韩国女子音乐组合 BLACKPINK 与 YG 娱乐公司宣布完成了专属合约的续签。据韩媒报道，经过与 YG 的慎重讨论， BLACKPINK 将维持以组合为单位的活动。尽管双方未就成员的个人活动达成协议，但这一消息无疑为粉丝们吃下了一颗定心丸。12月6日， YG 娱乐公司正式宣布，经过与 BLACKPINK 的认真讨论，基于深厚的信任，签订了该团体活动的专属合同。作为代表韩国女子音乐组合之一， BLACKPINK 凭借独特音乐风格和精湛表演技巧，在国内外赢得了极高的人气。续约的消息也为组合未来的计划和方向提供了明确的信号。 YG 娱乐总制作人杨贤硕表示，我们很高兴继续与 BLACKPINK 的合作关系，